地貌有没有像那个新疆的青海那边？有点像，飞个无人机。飞个无人机是吧？然后跟拍一下，我觉得还是蛮美的。我来开车好不好？这个房车太大了。你开快过来点，你别。啊我害怕呀，我害怕呀！你害怕你不能开别人道上去啊？没车吗？没车你不能怎么开啊？旁边会不会刮到？不会，再往前开一点。你看线都没压到呢，我都压到别人线啊，前面车来了。现在怎么样？我看不到你那边线啊。现在刚好在线，刚好在线里面。我等他过了再走吧。你开慢一点是吧？哎呦，走。很尴尬。我看一下掉哪里了，我也不知道坠机了，好端端的怎么坠机了呢？知道在哪里吗？不行，不在哪里，这应该不是很远吧？就要下吗？哎呦，走，我跟你去找。这个范围很大哦，我觉得是在那边跟这边对吧？有可能是在河那边，这不好找啊。对面看到了吗？不知道，我先走，我下去。我跟你一起下去吧。你不用下去，你等我脚，看车。锁上就好了，车。啊？锁。你面积那么大，你又不知道在哪个位置？我有导航。啊，有导航的是吧？啊，那还好。看一下在哪里吗？就是这是我现在在地方，飞机在地方。看一个长什么样吗？看一下长什么样。都一样，那这个地方谁知道在哪里？我看这。应该是在某个山谷吧。看得见陈阳吗？他下去了，他从那个路边这样子下去的。对面好像掉在那个位置，有点灰灰的，感觉有点像。等我吧，是不是啊？是对吧？我觉得好像有一坨灰的，有点像，是那坨。没有，我看它有一坨灰的吧，感觉好像有几个翅膀一样的。哎呀，还好不远，它没掉到山的那边就不错了。快回来吧，还能飞吗？摔成什么样了？哦，这是撞到了呗。对，还好没掉到山谷里面去。那是你操作失误呗。对啊，如果掉山谷里面咋捡？对吧？这不能用了吧？现在飞不了了吧？这我要先弄干净可以用。嗯，好。继续出发，惊险一场。还好丢了不很远哈，嗯，如果丢在山条里面，如果丢在那边那个山里的话，我觉得就不用去捡了，找也找不到的。这两里面根本不好找啊。你看这边山这么高，比如说丢在那边的山的话，爬过去找也找不到的。对呀，你爬到远，哦，有那么这一路不好找，为什么不好找知道吗？嗯，它土路知道吗？它土路很滑，你知道吗？一踩完就松掉了，松掉，没有粘性。一踩就松，很危险的，很容易摔的。到达中卫黄河大桥附近，本次导航结束。这里很热闹，我们刚刚问了。格局会大起来吗？对吧？是一个美食节，这两天。停车场。这里还有一个 B 型房车。看看靠里边，那里面是靠河边的。拖挂一个，必须一个拖挂。
里不错，是一个湖，那边还有游船呢。这个驻车地我们很满意，旁边就是一条美食街啊，是一个美食节，只有这几天有活动，我们来的时候问过了，所以我们准备去那边逛一逛。冷了，它热的应该很好吃的，可以买生的，等会儿再说。我已经在看月亮了，现在是8:30，天还没完全黑，坐在柳树下面，晚上还是很凉快的。今天折腾了一天了，不想出门了，坐一坐吧。那我先洗脚了。好的呀。